宇宙造始，太极者无极而生，生一生二生三，万物生生不息。太极拳经，立身要中静安舒，知轻八面。又说颗颗流生在腰间，腹内松静气吞然，烈如平均，国事超人。因为宣说是四门八变，四静四欲动作，形开气合，形合气开，起静相生，顺理变化，都在这个动作中丝丝入扣的关系。道家说自虚极守静笃，太极拳动于静中求，都在这个动作上。我现在讲解《命理全书》，《命理全书》这太极拳很好练，但是方向教步再容易搞乱的。很多人练到这里都挂糊涂掉了。现在我先示范教步，第一个动作是八个单元，一把劲旋回来，二移位，三脚跟跟内旋，四右脚先右边摆半步，五移位去侧方按脚跟离地，六这边注意了，左脚去必须在右脚尖的外缘，不能在这里，一定在这个脚尖的外缘。好，七移位，八卷，然后大家再看我手的动作，我分开练，先看我左手，一手不变，二不变，三不变，四不变，五不变，六不变，七躲起来不变，八垂肘千万记得，八再看一次。右脚旋带动左肘，八千万不可以练成这样，八飞出去。再看我右手，一手不变，二手不变，三手垂下来不掉手松开，手的样子不变，四不变，五不变，六不变，七不变，八不放个身，八一八不要推下去，九不可以算，八连复动作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共四个方向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今天帮大家跟我一起练命理拳术第一个单元，卷二移位，三脚跟走卷，四不半步，五移位，